恭喜大家新年快乐！新年恭喜，新年快乐哈！第一种啊，叫代理局长李建图含着果菜市场人员来陪同下，每个市场一月22号会再特别来前往着阿兰区果菜市场，关心着春节期间蔬果、鱼肉供应的情形，了解青果、蔬菜、禽肉类。以及花卉的供货情形，以确保着供货充足、价格稳定，会当让市民安心来采购着年节的商品。那我们知道年节大家放假嘛，买了年菜需求量就大，所以说有一些上涨。基本上是蔬菜类持平，水果类上涨，肉类持平，水产类有一些小上涨。那花卉类，部分应景的这个花卉是上涨，那非应景的花卉是持平的，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基本上今年的果菜蔬果菜市场事实上还算在可以的范围，希望消费者过个物价平稳的好年，农民也过得收入比较增加的好年，希望大家都好。在设立到春联的单位时，吴市长也顺手来提供这张的春联，用以来祝福台南市民。啊，这个看起来这个心想事成一路发，可以用好多年。那所以啊，我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心想事成一路发。但市长老跟来表示讲，今年气候稳定，无灾害影响，蔬果产量含着价格比去年较稳定，花卉低价压。因为你这需求，伊的价格有较起，农业局将会密切来注意到市场的情形，加强调配，绝对不容阮着有少机会来起价，让市民会当来欢喜过新年。